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对金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你有没有曾经一个月过半就口袋空空，完全不知道薪水都花到哪里去了？你不是一个人，我们都会有不小心放纵的时刻。有时候这种一时无法自控的挥霍，会让我们之后欲哭无泪。说实话，花钱可太容易了，但是明智的花钱就没那么容易了，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为什么我们总是在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上花费太多的金钱呢？我们如何才能及时止损呢？今天我们就来看看15种愚蠢的花钱方法，这样你就能长点脑子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要点赞订阅，你的支持是我们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开始。第一，机票订得太晚。有些人会一直担心最后一分钟会出什么事情，还有些人就一直犹豫不决，定不下旅行计划，所以一直买不了机票。要知道，等到最后才买机票，往往就需要额外支付一大笔钱，因为航空公司通常会在起飞日期临近时提高价格，利用临时有事那些人急迫的心理敲一大笔竹杠。如果涉及到国际旅行或者长途旅行的话，这就不是几美元的事了，往往你一次旅行就要多花几百甚至几千美元。这种冤大头的行为会干扰你其他优先事项的处理，打乱你实现储蓄目标的节奏。第二，你不用的订阅。有些订阅你根本就不怎么用，你买了一大堆流媒体服务会员，以为自己会从中获得很大的益处，但如果你根本都不登录，不经常观看，那么你的钱就白白流走了。以流媒体服务会员为例，它每个月会花费10到20美元不等，累积到一年，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如果你发现自己根本没时间或者兴趣去看这些流媒体内容，那么这笔钱也是在浪费。很多人订阅这些服务是出于一时兴起，觉得自己会有时间和兴致去观看大量的节目和电影，但实际上忙碌的生活让你根本无暇顾及这些内容。与其每个月支付这些费用，不如诚实面对自己的需求，取消这些订阅。你应该现在马上就把那些不适合你的东西取消掉，只留下你真正喜欢或能从中受益的东西就好，这样你就能收紧预算，更加明智的花钱。说到从中受益，我们的对金机遇读书会一次加入，终身免费，精选100本个人成长和财经方面的畅销书籍。每天你只需要听个10到15分钟的音频，就能掌握这些书籍的精华部分，还能根据思维导图全面的掌握重点，更好的消化吸收。磨刀不误砍柴工，该省省该花花，还等什么？快来加入我们吧！第三，隐形费用，指的是那些你不会马上发现，藏在边边角角，但是会不断累积的小费用，它们就藏在你的银行对账单上，你的水电费账单上，甚至网上购物的时候，一不小心也会被黑到。这些费用的棘手之处在于，它们会悄无声息地消耗你的银行余额，等你发现的时候，都已经一年付出去几百美元了。这些钱你本来可以存下来，或者用来偿还一部分债务的，现在就打了水漂了，实在太不值得了。所以你需要认真阅读合同的细节，对费用有任何疑问都可以直接开口问，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留住你自己的钱。第四，非常昂贵的咖啡。每天喝一杯美味的咖啡就是日常的享受，就好像一次小小的挥霍，用一杯5美元的咖啡开启你的一天。5美元听起来微不足道，但问题在于，把这个费用加起来，每年就需要1800美元，这不是一个小数目。这样的习惯不仅会每天掏空你的钱包，还会让你偏离更大的财务目标。你可能正在努力存下应急基金，或者给房子存首付，每天5美元看起来不多，感觉像是你每天辛苦工作的奖励。但长期来看，确实在减少你的积蓄，改变你每天喝咖啡的习惯，自己在家里做咖啡，你的储蓄就会显著增加。第五，昂贵的童装。买昂贵的童装听起来没什么问题，谁不想给孩子最好的呢？看他们穿上可爱时尚的衣服，你也会得到莫大的满足。但是孩子们长得是很快的，往往穿不了多久衣服就破了，或者需要换大一码了。而父母却要在衣服上花很多钱，有的时候一季甚至要花上几百上千美元，才能赶上孩子成长的速度，满足换季的需求。这种支出，尤其对于那些本来就不富有的家庭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还会让孩子沾染上消费上的坏习惯。他们长得那么快，衣服很快就小了。如果你在一件小小的外套上就花上50美元，完全无视性价比的话，那这笔钱花的就太冤枉了。这样你每年可能要多花几百美元。要是不止一个孩子的话，花销更是要加倍了。第六，昂贵的礼物。慷慨大方的感觉很棒，但如果常常一掷千金买一些昂贵的礼物的话，会大大加重你的财务负担。想象一下，如果你每一件礼物都要花上几百美元，每年都要送出好几件礼物，生日假期一个不落，传统仪式感拉满的话，那这笔钱就会占到你预算的很大一部分。此外，花这么多钱收礼物的人也不一定就会领情，甚至可能感觉非常负担，会觉得自己需要对你投桃报李，但有时候人家是真的买不起啊。送礼物的时候考虑周到，但控制在合理的预算之内才是明智的选择。这样既能显示出你的信心，又不至于让你倾家荡产，也不会把你架上一定的高度，再也下不来。第七，一些你吃不上只会在冰箱里放到坏掉的吃的。你知道吗？普通家庭他们购买的食物中有 25% 都会被扔掉。25% 意味着每年有1500多美元就那么打了水漂。扔掉食物对你的钱包和环境都是有害的，而买太多的食物最后放坏掉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错误。这种情况一般都发生在你没有购物计划，或者买的东西远超你需求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喜欢囤货，但当那些水果、蔬菜和一些容易变质的食物还没来得及吃就坏掉的时候，这不仅仅是一种暴殄天物，还极大地浪费了你的金钱。很多家庭每年都要在过剩的食物上浪费几百美元，那些生产和运输的时候使用的资源，最后都被扔进了垃圾桶。这种浪费不仅增加了财务上的负担，还会对环境产生不良的影响。更何况你把它们放在冰箱里所使用的电，你烹饪的时候花费的时间和心力，这些全都是你的成本。减少食物浪费能为你节省一大笔钱，同时也有利于保护环境，所以一定要按照你事先做好的采购计划购物，不要冲动，尤其是那些易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要买得太多了。此外，学会如何正确储存不同种类的食物，可以延长它们的保质期，减少浪费。第八，垃圾食品。零食、快餐、含糖饮料在方方面面都有不好的影响。每一笔小的消费感觉都花不了几块钱，但是积少成多，每年在零食上也要花一大笔钱的。这还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垃圾食品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如果糟糕的饮食摧毁了你的健康，那你医药费的账单可就更高了，到时候有你哭的。所以下次你想吃快餐的时候一定要三思。第九，昂贵的汽车。买昂贵汽车的人很多，最后都因此背上了债务。一辆高端的汽车价格在5万到10万以上不等，而且汽车贷款的利率往往会很高，这就意味着你每个月要还高额的贷款，一还就是好几年。这期间，就算你的财务状况发生了变故，这笔债务也还是照收不误，很容易会让你陷入到进退两难的境地。这种消费会让你陷入难以摆脱的债务怪圈，花在车上的那些钱就没办法为应急基金、退休和其他重要的目标出一份力。比起那些经济实用型的车型，豪华汽车往往要多花几万美元，而这么贵的车，打从你开出经销店的那一刻就会开始贬值。多好的车都一样，所以说豪华汽车虽然在购买的那一刻会让你心花怒放，但它带来的经济压力却会如影随形，成为你很长一段时间要背负的沉重负担。第十，过度外出就餐。我们花那么多钱外出就餐，就是因为它很方便，而且会给我们一点小小的享受，而且还能营造一种在自家餐厅营造不出来的社交氛围。我们能尽情享受这一刻，彼此用心陪伴，所以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种活动。但这就好像买衣服一样，你必须要找到一个平衡，不能过分沉迷，因为喜欢外出就餐，就不管不顾地把钱都花在这上面。经常在外面就餐是一个非常费钱的习惯。 虽说能远离生活的柴米油盐，不需要动手就能尝遍各种美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但这个花费也是很大的。如果你一周要出去吃几次饭的话，那么你每餐差不多就能花30美元甚至更多。一周在外面吃4次饭的话，一个月就要花超过360美元，而且这还只是一个人在一个还可以的地方吃饭的价格。 这种消费会大大消耗你的预算，偷走你用来储蓄或偿还债务的资金。很多人每年单单在外出吃饭上就要花上几千美元，用这些钱用来提升财务稳定性，投资未来不好吗？第11，冲动购物。冲动购物指的就是因为促销或者自己心血来潮而进行的计划之外的购买。 我们有时候会因为大的打折活动或者逛街突然看上什么而挪不动步子，这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毕竟现在到处都充斥着广告和促销，走到哪里都要面对很多诱惑。这些计划外的购物，无论是小件物品还是大件物品，积少成多都会给你的预算带来很大的压力。人们常常会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而一掷千金。 一年当中，在预算之外累积花上几百几千美元，并不是什么稀奇事。这可能会导致像是信用卡债务上升和储蓄减少这样更大的财务问题，并且最初的兴奋劲儿过了之后，你的家里还会堆满你并不是真正需要，甚至都不想要的东西。冲动消费的快感往往来自及时的快乐，是一种让你摆脱郁闷情绪、减轻压力的快速有效的方式。 但那短暂的快乐跟它给你带来的长期财务压力相比，根本不值一提。第12，高端健身房会员，办理你很少会去的昂贵健身中心的会员，加入昂贵的健身房，会让你感觉自己离健康的生活方式更近了一步。但是如果你不能保证自己会频繁的去运动，那这就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要知道，这些健身房的费用是相当昂贵的，会员每个月要交100到200美元不等，一年下来就要花1200到2400美元。如果你没有充分利用他们的器械的话，肯定是划不来的。如果这时候你还背着其他的债务或者交着其他的钱的话，这就会是你很大的财务负担，会极大增加你的压力。 每个月如期而至的账单都在提醒着你，你根本就没有去健身房。很多人注册这些昂贵的会员的时候，都有一种错觉，感觉交了钱，他们就有动力更多的去运动了。但生活是很忙碌的，好的想法并不一定就能衍生出好的行动。要避免这种情况，你就要想清楚，你在健身房究竟是需要什么。如果你只会用一些基本的器械，那普通的健身房就够用了。 另外，你也可以买一些家用的设备，或者采用更加便宜甚至是免费的锻炼方法。跑步、骑自行车，跟着网上的视频做，一般都没什么问题。第13，新潮的服饰，也就是很快就会过时的快消品。把钱花在潮流服饰上，实在是浪费钱，因为流行的变化真的超快。今天流行的东西，几个月后就会销声匿迹。 再过几年后又流行回来，具体花多少钱要看你在哪儿买衣服。但如果你总是把钱花在那些穿不了几次的衣服上的话，每年基本上都会有几百几千的花销。这种消费会导致经济上的浪费，也会让你的衣橱里塞满你看都不想看的丑衣服，并且这种衣服穿不了多久就会被丢掉，所以这还会污染环境。第14。 昂贵的业余爱好用品，差生文具多，很多人会在业余爱好上投入大量的资金，但却不是很投入。当你对开始一件新事物感觉很上头的时候，哪儿也没到哪儿，就会一股脑购入最好的设备或材料。这种冲动上头会让你在一些不会长期坚持的爱好上花费很多的钱。在摄影、绘画这些活动上，很多人还没有全身心的投入，熟练掌握之前就会投入数百甚至数千美元。这种消费可能会导致财务紧张，尤其是当你失去兴趣，所有那些昂贵的用品都只能堆在角落里吃灰的时候，它还会让你的房间变得很乱。这些你都没有用过，已经失去兴趣的东西会占用你家的空间，让你非常烦躁。第15，不必要的家用小玩意儿。很多家用的小玩意儿都会打着让你的生活更轻松、更高效的旗号，让人难以抗拒，但实际上它们要么积满灰尘，要么就是没用多久就坏掉了。这些很少会有真正使用的东西。那些高科技榨汁机、提醒你还剩多少鸡蛋的智能收纳盒，还有能让你吃得慢一些的蓝牙叉子，都只是为了吸引你的眼球。根据复杂程度，这些东西通常售价从几美元到几百美元不等。一句响亮的口号就让你放弃抵抗，掏钱把它买回家。但缺点是，这些东西从来都是噱头大于实质内容。不妥善收纳的话，还会让你家非常乱。显然，我们的理财习惯不是简单的数字，它还反映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愿望，还有一些我们一时的判断失误。那么，你花过最冤枉的钱是什么呢？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吧，我们期待着你的回复。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要忘了点赞订阅。这里是堆金积玉，我们下期再见吧。